汤圆站在怪手的铁铲上，左手提着要送餐的手摇饮料，右手扶着铁铲边缘，从上面的河堤缓缓下降到施工现场。对下面口渴想喝手摇饮的工程人员来说，真的就像救星一样从天而降。定点外送员似乎很害怕，交饮料跟拿钱都是同一只手，双脚也都定在同一个点，不敢随便乱动。这地点就位在嘉义的水上乡。六号傍晚，南京新西床正在施作工程，工作人员口渴了想喝饮料，叫了外送送手摇，但外送员到点不是派人越过河堤拿餐点，而是用怪手在让双方都不需要花体力就能饮获两气。他觉得他外送的精神怎么样？蛮厉害的。第一次看到用怪手送餐，那如果是你，你会送吗？不会，我会请他看能不能自己上来拿。这个说实在不是很安全。他叫人怪手来上餐，是那叫怪手来叫饭来吃啊，对不？对啦，伊是讲多来个吃啊，多可能无卡路用怪手来上柜啊那一款呐。宝轩说，虽然工地内很常叫便当店外送，但是没有看过这一位外送员。其他外送员则是觉得神秘必达值得敬佩，但太危险了，不会冒险接单。县府劳青处则是回应，拿怪手这样的动力机具来载人，工程商跟外送员都有违法疑虑，后续将会依法进行调查。东森新闻吴新梅在嘉义报道。